来自扬声大师圣哲曼信息。问候，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我是圣哲曼。在这个持续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刻，我来到了你们身边。一，圣哲曼，行星转变，大转变的开始。通灵，詹姆斯和乔安娜麦康奈尔。问候，我是圣哲曼，我在这些时刻和变化的时代与你们在一起。是的，改变的时代正在发生，而且会继续发生。但是，这些改变会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多，更多的人们将会变得醒觉并融入或参与这些变化和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们将像你们现在一样拥有可以看的眼睛和可以听的耳朵。所以要知道，因为你刚刚的经历已经影响了集体，只刚结束的引导冥想，以及你之前经历过的所有经历，以及地球上所有群体所拥有的所有体验。那些向所有准备好听到他的人传播真理和光的人的所有经历正在带来变化，伟大的改变。这是伟大变革的开始。是的，确实如此。还会有更多的变化。此时还会有更多无法抑制的情绪。但你们可以继续看这部电影。知道一切都会发生，并且会有一个结局。这一切都会结束，但每当任何事情结束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而这个新的开始也正在发生。所以，结束即将到来，开始也正在准备开始。因此，当您在日常生活中因 3D 矩阵中发生的事情而以各种方式感到沮丧时，请以这种方式思考。要知道，这就是 3D 矩阵中发生的事情。这并没有发生在你们正在创造的五维现实中。因此，让这个过程继续进行，并知道你是这个过程的至关重要组成部分。你可能不是那些向所有愿意倾听的人大声说话的人，但你们是分享爱之能量以及光明的人。即使你可能甚至不知道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分享爱和光，但当你确实知道你正在分享光明和真理时，你就会对那些准备好体验它的人们产生更大的影响。那些人们已经准备好聆听真相并觉醒于真相，就像你们所有人一样。请知晓，他们的时代即将到来，就像你的时代已经到来一样。闹钟、泛指、叫醒服务、敲响警钟将会像之前一样响起。所以，相信自己和无限的自我，指神圣的本质，因为此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你，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除非你允许自己被阻止。没有什么可以带你回去，除非你允许自己被带回去。别想那句话，我们不会回去。甚至不要想这个，因为你正在前进，总是前进，总是再一次，没有什么可以阻止，除非你自己停止，否则你会继续前进。无限，这就是你们的方向，那就是你们所有人要去的地方。这就是你们的命运，为什么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真正的命运，成为你来到这里的目标，并为所有准备好体验它并为自己找到它的人提供帮助。这是你很久以前自愿来到这里时所做的承诺。你曾许诺要在这里直到最后，并成为新开始的一部分。现在一切都已到来，所以请做好准备，为即将成为爱的新表达、更高意识和一体性、合一的
相互联系的一部分的一切做好准备，你们一起走向未来，你们一起在当下，就像你们现在在当下一样。未来确实是宏伟的。我是圣哲曼，我现在让你们处于平和、爱和合一之中，你们继续前进，永远前进，永远爬起来，即使你们跌倒了，但继续前进。愿平和与爱与你同在。来自扬声大师圣哲曼的祝福。 I am Saint Germain。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二，圣哲曼与神圣存在的联系。来自天使与光聊。来自地球的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是圣哲曼，我现在带给你们每一个人我的紫罗兰火焰。闭上眼睛，让这股火焰包裹你的整个身体，转化一切与光不同的东西。倾听你的内心并不容易，因为头脑总是在调节。头脑，或通常被称为自我，总是想要做出自己的决定，自己的学习。就好像他是奇妙决定的拥护者。那么该如何倾听自己的内心呢？怎么知道这是心在说话呢？这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时刻，但这是可能的。你只需要处于神圣临在之中。许多人回答我，但我不知道如何处于神圣临在，所以我回答你，你有能力，你很强大，放弃你一事无成的信念，有必要，你需要连接到神圣的存在。但要做到这一点，你首先必须相信这是可能的，相信你有能力。所以，试试看吧。尝试花一些时间，缓慢而深长的呼吸。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大秘密。呼吸慢慢地使心平静下来，就好像你让你的心进入了睡眠状态。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真的感觉与世界脱节了。在这个时候，忘记承诺，忘记外面的世界，只专注于你的呼吸。当你感觉很好，很放松的时候，想象你只是一根电线，想象你只是一条绳子，中间有一个灯泡，有两个末端。一根尖端连接到地球的中心，盖亚，行星地球的中心，盖亚的心脏，以及宇宙的另一端。在哪里并不重要，在神圣的慈爱的父亲、母亲、上帝的心中。拨打这个电话，指建立这个连结，你会看到光亮起来。这光就是神圣的存在。所以在这一刻，相信你能够与他建立联系。所以，是的，倾听你的心说话，当灯亮时，继续关注此电器连接。只要看看灯泡亮着就好了。只要这种情况发生，神圣灵在那里，心在说话，毫无疑问将要说的话。因为没有人比每个人的更高自我、神圣存在更好的为他们提供建议，为他们指明道路。然后做这个练习，非常简单。提醒您一句，如果您第一次尝试时未能打开灯，请不要放弃。可能有一根电线松脱，可能是灯泡安装不正确。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因为更高的自我、神圣的存在，并不在外面，而是在里面。它就在你之内。那你怎么能不跟它联络呢？所以你怎么可能不与它连结呢？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与神圣存在的连结，最大的问题是让自我沉默。
它在安抚心灵，它让心灵进入睡眠状态，不是身体在睡觉的意义上睡觉，但心平静下来，睡着了，这样让心灵就可以不间断地说话，说话，不受干扰。这是一个大秘密。困难的并不是这种联系，困难的是关闭你的思想，这让它保持安静。所以做这个练习，你会发现光每天都会变快，即使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点亮，也不要灰心，不要放弃，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并准备好倾听你的心声。这是目前最重要的连结，因为这是父神、母神对你们每个人说话的声音。不要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有他的神圣火花，所以他就在那里。这是他内心的一小部分，让你保持活力。为什么他不能说话？为什么无法联络到你呢？它是你神圣的存在，所以做这个小练习吧。你会看到多久之后你就会倾听自己的内心，大声交谈，这将是美妙的。愿平和与爱与你同在，来自扬声大师圣哲曼的祝福。 I am Saint Germain。谢谢收听，感恩祝福。三，圣哲曼存在的八个真理：通灵、切尔莱雅、怀尔德。问候，美丽的祝福，我亲爱的地球家人们，我是圣哲曼。一如往常，很荣幸能与您对话。在我们上次的对话中，我们讨论了现实的宇宙意识，以及你个人在那束耀眼光芒中的分量。从更深的层次来理解，这就是唯心主义法则，指心灵法则，这是我们存在的第一法则。在整个现实多元宇宙中，有七条已知的宇宙法则或原则，存在的每个人和所有事物都受这些法则或原则的管辖。今天我将给你们第八个，我希望深入了解这些统治一切存在的真理。在后面的传输中，我们将更深入地研究每个概念，以更好地理解它们的含义。我们将使用凯巴利恩 Kybalion 中的诗句或经文，因为这是给出这些宇宙原则的地方。唯心主义指心灵法则原理，一切都是心智，宇宙是心智的。凯巴利恩，唯心主义的概念是对宇宙就是意识的理解，强调理解你的想法影响你的现实。根据这个原则，每一个表现都先于一个想法。据了解，上帝代表了单一意识或思想，而多元宇宙是上帝思想的反应。透过应用这项原则，您还可以利用您思想的潜力来塑造您生活中想要的结果。对应原则：如上如下，如下如上。凯巴利恩，它与唯心论的主要原则密切相关，显示你的思想和信念塑造了你的现实。这个概念阐明了存在的各个层面，包括较低和较高的振动频率及其相互关联性。振动原理：没有什么是静止的，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在振动。凯巴利恩，不管你信不信，好氛围的概念已经存在很久了。根据振动原理，一切事物，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具有特定的振动。原子不断运动，符合基本科学知识，就像宇宙一样。您的心脏在跳动时会根据您的情绪状况发出不同的振动。
透过保持高振动，您可以避开对您不利的负频率。极性原理，一切都是二元的，一切都有两极，一切都有它的对立面，相似和不同是相同的。对立面本质相同，但程度不同。极端相遇，所有真理都只是半真半假，所有悖论都可以调和。凯巴利恩，极性原则是理解矛盾的元素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但存在于不同的层面。例如，如果你看水，热和冷并不是真正分开的，冷只是没有热量，两者都是温度的两个方面，它仍然是不同形式的水。同样，物质和精神能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尽管精神能量的振动频率超出了我们的感官知觉，但一切仍然是光的振动。爱和恨代表了与某事物的单一关系的不同表达，这个概念构成了灵性炼金术的基础，使人们有意识地改变他们的体验。节奏原则，一切事物都在流动，流出和流入，一切事物都有它的潮汐，所有事物都有涨落。钟摆的摆动体现在一切事物中，向右摆动的幅度就是向左摆动的幅度。节奏是补偿。凯巴利恩，与极性的概念相关，第五条原则强调对立的两极之间存在着固有的节奏，就像潮汐的涨落或吸气和呼气的循环一样，一切都在不断移动，大自然遵循它的季节，同样你也会经历自己的周期。承认这项原则使您能够识别并符合生命和宇宙的自然节奏，使您能够与他们合作而不是抵抗他们的影响。因果原理，每一个原因都有它的结果，每一个结果都有它的原因，一切都按照规律发生，机会只是一个未被认可的规律的名称。因果关系有很多层面，但没有什么能逃脱规律。凯巴利恩，因果原则将一切联系在一起，因为每个原因本质上都是另一个原因的结果，可以追溯到根源。考虑一下你是因还是果。这项原则强调认识你的想法和行动的后果，以及如何改变它们以产生更重要的结果。性别原则，性别存在于一切事物中，一切事物都有其男性和女性原则，性别体现在所有层面。凯巴利恩，第七项原则确认一切事物都具有男性和女性的特征，虽然两性可以被视为这项原则的具体体现，但越来越明显的是，每个人在内部都体现了两种能量，类似于左脑和右脑的功能。男性和女性能量不仅在物质领域共存，而且还延伸到精神和精神层面。这些能量的和谐整合对于创造至关重要，当人们在他们之间实现平衡时，他们可以更好地有效地应用所有原则以获得最佳结果。生成原理，虽然大众只熟悉七项原则，但精英们却知道存在一条隐藏的法则，他们利用它来建立自己的矩阵。尽管没有深入研究该传输的细节，但可以在未来的讨论中探讨该主题。生成原则代表了万有的力量，涵盖了整个存在。仅拥有生成原理一小部分的存在无法超越万有的力量，或什么是单一意识。多重宇宙的整个运动和功能都是基于这个原则。好吧，亲爱的心，我希望这能让你更深入地了解你的现实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
当我现在与你分享紫罗兰火焰对你的治愈和转变时，我会给你留下一些来自凯巴利恩的引言。不要错误地认为周围看到的小世界、地球，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就是宇宙本身。这样的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甚至更大。在万有的无限心灵中存在着数以百万计的这样的宇宙。掌握宇宙精神本质真相的人，在通往大师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我非常爱你们所有人，感谢您的这次传输，谢谢。我是圣哲曼，在这里以爱服务，愿平和与爱与你同在。来自扬声大师圣哲曼的祝福。 I am Saint Germain。谢谢收听，感恩祝福。